没有。没有好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黄卷婷。这个作品的设计理念是热情如火，外面包着黄色的包装，这是代表着它的活力，而里面是用火鹤花与百合花呈现它的热情，让整体的感觉就是它的内心比外表还要热情。我很喜欢这个作品，因为为了这个作品我花了很多心思去学折纸，也学到了插花的享受。谢谢。